妈，吃早餐了。妈，你先别想那么多，吃饱再说好吗？先生，你会不会觉得老天爷对咱们家不公平？咱们做事规矩，做人本分，怎么总是让咱们遇到这种事情呢？妈，我出门了。湘云，你要去哪里啊？我去公司请假，顺便把没有发完的帖子发一发。湘云，事情都这样了，你还就发什么帖子啊？他不会有事的，开完这次的刀，他就会没事了。你昨天没有听到医生讲吗？今生的状况很严重，不知道未来会发生是什么样子。他不会有事，他一定会好起来，我们的婚礼会照常举行的。哪怕是他需要坐轮椅。你疯了吗？结婚不是在办嘎嘎酒，哎，啊，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短短的事。妈，既然我决定跟他携手共度一生，我怎么能因为他现在受伤了我就反悔？妈，如果今天受伤的人是我，别人这样对待我们，你作何感想？姬，你别这样了，妈是为你好。今生的伤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妈，我能了解一个做母亲的感受，我也请你了解我的感受。我不能在今生最需要我的时候撒手不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湘云，妈，湘，你就让姐去吧，你也别这么悲观。我们邵家从苦难中便就有强韧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就是今生现在最缺乏的。我相信有姐陪在她旁边，今生哥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万一这条路太辛苦了，我不能像湘云重蹈我的覆辙，绝对不能。金妈安怎？金星，你感觉安怎？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啊！我卡嘞！我卡嘞！我的腿啊！金星，我的脚腿，我的脚怎么不见了？金星啊！金星，我脚，阿爸！金星，我脚怎么不见？金星，医生说。必须要锯掉你一条腿，才能保住你的性命。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少了一条腿，我就不能飞行，不能走路，我就不能结婚了。公孙呢？啊？怎么办？公孙呢？我要飞行，我不能走路，这样子，你们干脆把我杀掉好了。我的腿啊！我的腿。我不要！
激动不行，让他多休息。多谢恩先，多谢。他是属于粉碎性骨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和做复健。医生，你是说他的左腿没保住这条腿，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你是说他不能站起来了，不能走路了？都有可能。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他！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而且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的人生才刚要开始啊！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这样救他，你这样救他，我求求你！王先生，你不要这样，起来，我求求你，请起来。我们当然会尽全力医治他，但是坦白说，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你们家属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他可能一辈子都要有人照顾他。怎么？当初吼，你就听我的话啦，啊，代志就袂变到安尼啦。我讲哦，卖回去读军校啦！啊，恁阁有人要插我？我无赞成伊讲伊娶迄个外甥婆啊！哦，啊，伊阁甲我讲啥物？伊要去出家做和尚。啊，今即嘛，结婚也袂结啦，啊，变啊安尼啦。我讲即个查某囡仔吼，迄八字足硬啦，啊，你都毋相信啦。你看啦，克老爸啦，克兄克弟啦，克翁啦，这个查某囡仔吼，对查甫人拢不利啦。阿嬷，你怎么这么说我们家湘云啊？今生跟他在一起，我还觉得委屈了我们家闺女呢。哎，伊害阮今生阮破相，你知无？迄医生讲哦，阮今生哦，两骨断去啦，脚断去啦。这世人吼，都爱人家伊照顾，你知无？我的金孙啊！哎呦，啊，但是要安怎样啦？要安怎样啦？金生，你不要担心，你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金生，婚礼的事情我会张罗，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你安心养伤。到时候当一个现成的新郎就好了，好不好？
孩子受伤的事，我都已经听说了。你提前办理退休，也没办法挽回他身体的残缺啊。再加上你马上就要升职调任局长了。谢谢局长的提携。做这个决定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对我这唯一的儿子呢，有一份很深的亏欠的。家里需要我的时候，我总是缺席。当初我选择的是工作，而现在呢，这份工作上是问心无愧。我现在选择扮演好了父亲这个角色。好，我就成全你，好好回去照顾儿子吧。谢谢局长，谢谢局长。金山，金山，你醒了，你要不要喝点水？慢点喝，来喝点水。不要你管，出去！金生，你给我出去！医生，医生，我是的。金生，我不是认识他，他不是我的家属，叫他出去！不要再骚扰我，叫他出去！金生，你别这样。叫他出去！发生什么事了？赶他出去！我不要再见到他。金生，小姐，以后不要，永远都不要，永远都不要。小姐，麻烦你先出去。免得影响病人情绪。Jason， Jason， 你身体受伤了，你千万不能激动啊。听我劝劝他，叫他以后不要来了，永远都不要来了，不要了。金生，来，喝杯咖啡，提提神。我知道他是故意的。当然了，今生他不想拖累你嘛。湘雨，你要耐住性子，给他多点时间嘛。嗯，我会一直守在这里，即使他不愿意见我，我也会一直在这里陪他，陪他走这段艰辛的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这么进步了，只要他不肯放弃，或许他会好起来的，对不对？湘云，他还是那句话。他叫你回去，他不想看到你。他这是在考验我吗？湘云，你们先回去吧，我不会再吵他，我会坐在这儿一直等，等到他愿意见我为止。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吃过了没有？我烙上饼给你吃。不用了，我是回来洗澡换衣服的。你还要去医院啊？看来黄伯伯还得上班，我要去照顾景生。哪有这种事情？自己儿子生病，他去上班，啊？而别人请假去替他照顾儿子，这像话吗？我不是别人，我是他的未婚妻。 就算是好了，你也不用把所有重担都往自己身上放啊！你没日没夜的待在医院里面，你身体怎么受得了啊？姐，未婚夫要照顾，老妈老弟也要陪啊。姐，金生哥伤势到底怎么样？ 他的伤势越严重，我就越要陪在他的身旁。啊！金生，你又做噩梦了。 没事了，谢谢。金山，告诉你个好消息，老爸申请退休啊，上级已经批准了。嗯，从今天开始呢，你老爸就自由了。 哎，自由的感觉还真好。嗯，哦，对了，我得赶到福利室啊，买两份早点。为什么要买两份早点呢？当然是我跟湘云一人一份嘛。湘云躺在外头啊，已经睡了一夜了。嗯，我不是叫他回去了吗？是谁？ 是谁叫他睡在外面的？我不是叫他回去了吗？这个医院的人都来干什么？我不是叫他回去了吗？不是叫他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吗？他回来干什么？我不要见到他！我不要见到他！永远都不要回来！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他！金山，我去叫湘云走，我去叫湘云走啊。 小姐，黄先生，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先生的状况好些了吗？不瞒您说，主治医生呢，要家属做好照顾他一辈子的心理准备。真可惜，这么年轻，这么优秀。我可以体会，当初你先生和孩子相继出事。 你的心情真不好受，但是总算熬过来了。所以呢，我已经办好了提前退休，准备好好的陪金生养伤。哦，很好啊，金生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亲情了。 这段时间情绪比较不稳定，照顾起来会比较辛苦。从小到大，我这个做爸爸的，第一次照顾他。
再辛苦呢也是应该的。王先生，谢谢，谢谢金生把湘云赶走，这表示金生决定不要再见湘云了。有些话不中听，可是我不得不说，他们的婚事必须取消。也许我太自私了，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湘云重蹈我的覆辙。只怪他们的缘分不够，这件婚事我们以后再也不提了。谢谢你，谢谢你的包容跟体谅，真的谢谢。赵太太，但愿我们的决定是对的，真的希望是对的。阿妈，吃这凉的。永芬，真多谢你哦！我听病院护士你讲哦，讲你若有闲的时阵啊，拢去底下咧顾金星啊。伊安怎吼，甲你发脾气，甲你赶走，你拢会当忍受。阿妈，伊是病人，我袂甲伊计较。即马分期得要到啊，伊情形就有进步。虽然伊唔肯见我，啊，不过我逐天拢去病院，伊的情绪嘛较稳定啊。阿妈，你免烦恼，我相信伊的一天比一天佫较好诶。我煞唔知道要讲啥话才好。阿妈吼。实在真对不住你，迄天伫病院吼，我甲你讲到这么侪话。阿妈，你记忆比我较好诶，一定莫讲啥物，我拢袂记得啊。阿妈哦，实在真感谢你，你无去嫌金星啊，还阁肯嫁予伊，要照顾伊一世人。像你这么乖巧、这么好的查某囡仔，金生也会带着你吼，是伊的幸福。永文，阿嬷吼，即摆你甲人合建啊，遐有一栋厝，我想讲吼，若起好的时阵啊，去登记一份你的名，互你甲你妈妈吼，啊甲小弟啊。啊，会当住做伙，咱大家吼，若住做伙，才会互相照顾。阿妈，我袂用想啦，我啊，你唔通客气啦，啊，咱都是家己的人啊，钱的代志吼，无要紧，只要今生啊吼，伊来当幸福，会当快乐。阿你就好，真多谢你，多谢你。阿妈，你免烦恼，伊哈愈来愈发达，我相信金星会好起来的，伊一定会好起来的。恭喜你喽！医生说啊，他恢复得很好，看样子啊，婚礼可以如期举行喽。谢谢，阿爸。希姐的事，邵妈妈难道都没有意见吗？意见不可能没有，但是呢，
也要你们听得进去吧。毕竟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啊。阿爸，我这样子怎么样敬礼他啊？邵湘云应该先跟我商量商量的。他说一切照常，新房酒席呢全都打理好了，你只要当个县城的新郎就行了。儿子，加油。我到复健中心来了解了解，将来看你怎么做复健的工作。阿爸，谢谢。妈给你炖了鸡汤了，趁热喝了啊！谢谢少妈妈。好。爸爸呢？我爸他去复健中心了。听说啊，你复原得很好，比邵贝贝要坚强。多亏身边有阿爸跟阿妈的照顾。我要把这份迟来的父爱，我很珍惜的。毕竟，父母是没有办法选择，可是配偶却可以选择。傻妈妈，你的意思，我了解。湘云，他对这件事情很执着，我没有办法阻止我们俩之间的婚事。金生，邵妈妈知道，身为一个长辈，这些话我不该说。可是身为一个母亲，我不得不为孩子未来着想，就像你的父亲为你提早退休一样。为了孩子的幸福，愿意牺牲一切。金生，如果邵妈妈要求你主动离开湘云，你会不会怪邵妈妈太自私了？毕竟要照顾一个残废的丈夫，这条路太辛苦了。邵妈妈，我希望湘云跟邵妈妈一样，你们都还年轻，给彼此一次机会，再去重新选择，啊。邵妈妈，求你，求你，求你离开湘云。我为了她的幸福着想，邵妈妈，求你。金生，邵妈妈，求求你，离开湘云。
爸，你回来了，你先歇会儿啊，看个电视，晚饭马上好，等姐回来我们就开饭啊。妈，你怎么了？珍珍，我妈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如果被你姐知道的话，她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妈，你到底怎么了？我叫金生，叫金生离开你姐姐。我知道我这样做很自私很残忍，可是她是我女儿啊，我当然要这样做。妈走过这条路太难了，太痛苦了，我只希望他们还年轻，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可是我看到金生失望沮丧的样子，我心里好难受啊。珍珍，妈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做错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因为爱他才这么做，这样对姐，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但愿他能更幸福。战生，快来帮我一个忙！战生，帮个忙，开一下门。哎，那礼服回来做什么？你忘了，明天静文的杂志要来拍照。你跟妈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我们是活动道具啊，套个面粉袋上就行了。你呀、啊，现在用一层的面粉袋都套不住你了。妈，你衣服选好了没？等你回来挑啊。好，让我用我的艺术眼光帮你挑啊。妈，你进来啊，一起挑衣服。哦，来啦。找黄金生先生吗？黄金生人呢？他是不是做复健去了？他出院了。哈？请问您是邵湘云小姐吗？是，我是。这是他请我转交给你的信。谢谢。湘云，选择离开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你选择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要嫁给我一样。你越执着，我越犹豫。毕竟，我们人生还有好长的路要走。让你一辈子肩负我这个重担，对你太不公平。你为我设想太多，可是请原谅我，必须保有我仅剩的一点尊严。所以，我当了婚礼的逃兵。你的爱，丰富了我的行囊。未来的路该何去何从？让我们都多为自己想一想吧。陪伴我的是失而复得的父爱，请不用替我操心。今生谁都害怕幸福只是一瞬间。姐，小雨，姐，留
不住爱的时间，留不住爱情的余味。我们一直说相信爱情，到底认真的想过几回？时光静静流逝，消耗了爱的时间，留下了青春的余晖。分局长呢？他辞职了。辞职？回来了，你整晚跑哪去了？战争去找你，你没有看到吗？你是不是跟金生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啊？金生不见了，一切都在好转之中，他怎么会突然不见？他怎么会突然不告而别？这一切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跟他说了什么。对，对，妈是跟他说了一些话。你跟他说了什么？你跟他说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叫他离开你。为什么？我费了这么多心血，好不容易把他给扶起来，你就这么残忍的把他给推倒？你可以怪妈，可是妈现在说的话，我知道你都听不进去。对你人生有帮助的事情，妈是一定要做的。有什么帮助？我心爱的人离开了我，我会快乐吗？湘云，湘云，你听妈说，你要照顾一个残障的人一辈子，是很沉重的包袱。妈不希望你的人生过得这么沉重。我不觉得这是沉重，爱一个人不就是要这样？你当年照顾爸不也是这样？不一样，妈没有选择，可是你可以选择啊。我选择了，但是你自私的拆散了我们。姐，湘云，妈只是希望她多替你想一想。她选择离开你，表示她对你的爱是不自私的。可是我们这么自私，我怎么可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离开他？我要去救他，我们还有婚礼，我们还有我的未来，我们的计划，我要去找他。姐，我要去找他。姐，你现在去哪里找啊？我要去找他。你打听到他的消息，我陪你去嘛，我一定陪你找到他，好不好？我不要。姐，从小到大，一起经过多少苦难，这次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陪在你旁边，我们一定陪着你，好不好？你看到了，青生，如你所愿的离开了咱们的湘云。可是我们对他有亏欠，天之灵都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最难忘的人。老师现在就来看看各位同学画的最难忘的人是谁。嗯，朱启宏，有。你画的最难忘的人是谁？我画的是我的阿公，他非常的瘦。哦，画得很好。来，下一张是刘玉荣，有。来，你画的最难忘的人是谁？是我的老师。哪个老师啊？邵山云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长大之后我就是你最难忘的人？那老师最难忘的人是谁？老师最难忘的人啊，老师最难忘的人是一个从小跟老师一起长大但是现在已经失去联络的人。来，我们看下一张，陈姿君，要。告诉老师，你画的最难忘的人是谁？我回来了，还在工作。对啊，爸，我翻译稿，催得很急啊。哎，有趣有局吗？信箱都快挤爆了，快看看，今天报上有好消息。啊，真的吗？我看看。静文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得到报道文学奖了吧？就是他陪吕校长返乡探亲之后回来写的。要不要 copy 一份寄给在美国的友臣呢？好啊。真替他们开心，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了。邵湘云，阿爸，这是我们认识的湘云吗？嗯，我跟画廊联络过了。是湘云，没错。我的湘云要开画展了。十年有成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心你的近况。要不这样，我们在湘云的画展上出现，给她一个惊喜。生，你的状况已经不错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呢？阿爸，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还没有准备好。念祖，我们来看你了。一转眼，你离开已经15年头了。除了你两个拜把兄弟金生和有成，他们一个下落不明，一个远在美国之外，我们都来了。现在啊，妈在医院当志工，日子过得很充实。湘云呢，在学校教美术。他也要在下个礼拜开他生平的个人第一次的画展哦。战生在做生意，而有才啊，更是生意成功，成了企业家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静文，他得了文学奖。你虽然在九泉啊，一定也会与有荣焉，是吧？哦，对了。还有你曲伯伯、简伯伯啊，他们要返乡探亲了。他们说这是反攻大陆。战神啊，他也有论及婚嫁的女朋友。
时间啊，过得真快。念珠，我们大家都惦念着你，愿你在天之灵不要保佑有成跟今生了。喝个饮料啊，妈，不客气，我这边还有。都可以，妈。听说你有急事找我。事业版图扩大之后，您就更难找了。还是你刻意避着我？以你生意人的精明干练。你帮我判断看看，我为什么要躲你？应该是公共工程的案子吧。你不帮我，却帮黑道搞围标集团，这对我们两方面都是一种损失。你替我收一个营养，搞定这个案子，我就考虑离开他们。展生，我知道你帮同济的赚了很多的钱，可是你彪悍的个性跟行事作风，也得罪很多黑白两道的人。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啊。我们换不着为他们这么做。你想想你自己的前途，想想少妈妈。现在不比年轻的时候，走的每一步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能够犯错。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机会跟时间再从头来过。我公司的大门随时为你开，你不要忘了，你不只是跟同济德有承诺，你也答应过我，有了气候就收山了。只要不违法，你要我怎么帮你都行。这是湘云的话，再见忠贞二村。他还住在那儿吗？为什么要说再见呢？什么菜就没回来？练甲在那都忘了，张甲在那。未来会发生什么改变？那又如何期待我？小心。阿妈，生日快乐！我们一直说相信爱情，到底认真的想过几回？时光静静流逝，消耗了爱的时间，留下了青春的余温，有没有学到？